本届校园运动会自由一百米最后一轮决赛，有请比赛选手入场。先是体育班的贾崇雪，去年的冠军，今年发挥的水平会是如何呢？接下来是科学班的乙同学，看来今天他们的研发也顺利成功了。哼，有我这高科技跑鞋帮助，冠军一定是我。最后是这位同学，好了，连我是谁都不介绍吗？各位，哦喂，太不敬业了吧！喂，开始。就这水平，冠军是我的了。果然是个弟。天天，如果你能拿到冠军，我就穿黑丝。黑丝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这就是黑丝的力量。